紧另一座冰山，寒冰苦水，佢嘅威力应该会更加强大，强大到足以攻击到卡洛拉山脉嘅。系个好消息啊，探子虎，你同我听清楚，我哋唔可以再俾凤凰部落嘅明光击中噶啦。呢样会系个问题啊，直头系个最主要嘅问题。不过我曾经都做过凤凰部落嘅学生，所以我知道晒嗰班凤凰嘅秘密。真嘅。他们喜欢什么颜色？红色。哇，你真的很清楚他们。还有他们最大的秘密是什么？就是他们需要八个火焰保护带才可以发动明光。好了，我们就去拿些保护带阻止他们的明光。保护带的地图收埋了在剑神器里面。好了，是这样，我们去拿那件神器，再拿些保护带，然后我们就会阻止到明光。不过班凤凰一定不会让那件神器离开他们的飞天神殿。好了。他被那些长守卫和凤凰热力深深保护住。真的？我们就这样行是迈不到去的。好了。下个计划。不用怕，探子虎。我没有打算叫我们班手下去偷那件神器。我心目中已经找了一个好好的人选了。寒悲苦水，你的新娘子来了。你即刻放我离开这里。她不只是我的新娘子，她还是火焰保护带和神兽世界里面最关键的人物。你在下面是找不到我們的地下貓。我的女兒在哪裡？暴躁，真是暴躁的地下貓。你喜欢的我们玩足成日都可以的，不过无论怎样你都不会有机会见到你的乖女的了。认得这件事吗？是我来的颈链。你到底想怎样？其实我有很多东西想要，凤太子、神兽世界，还有一位爱我的皇后。至于而家，我只系需要你帮我去攞一样嘢啫，就系嗰件神器啦。咩话？圆形嘅，咁大件，中间有火焰器能量，仲有幅火焰保护带嘅地图。点解你会知道呢啲嘢啊？即系你会帮我偷翻嚟咧？好难啊！咪咁啦，虎参谋，我嘅要求好简单，用斯爱拿交换个神器。斯爱拿。冇错，除非你肯帮我偷件神器翻嚟，否则你唔使旨意，有机会再见翻你个乖乖女，想点随便你拣。听佢嘅反应，我哋应该好快就会得到嗰件神器。全新神兽传奇动画尽在乐高香港 YouTube。